到最难的就是他的演唱非常的不容易。怎么说不容易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所谓的叫做女高音？哦，女高音唱这种声乐的女高音的这种感觉。那这首歌曲除了它的这个花腔女高音很难展现之外，最重要就是它的气要够长，要够足哦。那也让这个，所以这首歌曲也让很多，不只是我们在宗教庙会，还是我们一些活动当中很多朋友的喜爱，甚至呢，在很多比如说我们写音乐烟火的时候啦，还是说我们做一些动画的时候，这首歌曲很常被拿来当做是它的一首主题曲。那今天这一首歌曲呢？不是我来唱，我要来邀请的是我们的静心儿，即将在4月9号参加全球邓丽君歌唱大赛的总决赛选手，先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而且我们4月8号先被颁奖，然后4月9号就直接去比赛，这超刺激的。对，然后好死不死，刚好记者会主持人是我自己，是不是？完全就是为了我们而打造。哇塞，你很敢讲，现在是不是有直播？好，所以呢，希望啦，我们能够把这个冠军留在台湾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这个比赛有多困难吗？这一次的邓丽君歌唱大赛，为什么刚刚特别强调是全球？因为除了这一场比赛是来自我们台湾主办的之外，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并没有设限，只有台湾人能参加。对，所以也广发英雄帖哦。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有这个，我知道有马来西亚，有新加坡，那也有日本。那还有甚至有很多呢，像是美国的华侨啦，还是说一些旅外的音乐家都有来参与这一次的比赛，所以在全球呢，这个大概有500多位的选手遴选出来，只剩下15位。对，对，全球只剩下15位要来进行总决赛。那即将在4月9号就在北港文化中心会来进行这一场呢生死 PK 大战，希望我们能把冠军留在台湾，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把第一名留在凤鸣斋。好，今天先让大家呢来听听看我们静心儿的歌声，那也希望大家呢今天用掌声帮他加油，好不好？用掌声帮他加油，这首歌曲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台南的温暖，因为凤鸣斋回娘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也希望能够呢用掌声来帮他加油，让我们把这一份的荣耀就留在台湾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《Star Sky》。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巧巧以及 JoJo， 还有我们的静心儿带来这首作品的呈现，一起来欣赏。
谢谢这首《Starlight》献给大家。